可以。如果可以。Minion들이 삼성되었습니다. I can meet carry. Okay. Okay. 자. 且看我 jungle carry, OK? 很细节，帮我挡了一下，就是上前帮我挡一波，很细节。他们中路人呢？掉线。哦，三分钟，来了，好 ，OK。搞一个翻译小改改，可以，行，谁懂韩文，帮忙翻译一下。好像不太需要我装。哎呀，我靠！筒子没炸到，尴尬。不过影响不大，我们先刷。现在要先知道对方的打野。他在哪？如果他还不出现的话，我可能要抓他上路。好，他出现了，就下路。哦，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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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抓一个。哎呀，有点早吧，哥们儿。哥们儿太早了呀！哎呀，我靠，我那视野没擦，完了，没了，杀不掉了，凉了。小兵挡我，控！哎呀，我这个他第一个伤早了，第二个我这个一闪视野没擦，丢失了一波视野，好烦。不然这波，哎，主要还是他上早了。说实话，主要还是他上早了。不过没事，没关系。有王者实力，你失误一波，你就输了，那不可能，知道吧？不可能。我不说话了啊，别打扰我。Cooldown cost me down. 哎呦我靠！可以啊，兄弟，这也行吗？先把他杀了。这波我虽然没有助攻，但是眼神助攻啊，因为我到了，对面不敢还手。这波塔下你没了，他挖掘机在上路，必定过塔强吃，对。想跑是不可能的了。行，有闪没办法。不过够了啊，
搞你一身塔皮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够了，好吧，搞他一身塔皮。哦，这个人六级吗？我靠，这么恐怖吗？什么妖怪？完了，还好。这恐怖的呀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争不过，争不过。这怎么争啊？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没事，不要慌，这个时候不要慌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调整心态，稳住，明白吧？稳住。他虽然比我高两级，我这波如果把他抓到的话，我看看啊，鱼人有大，很舒服的。给个大，能杀，信我，漂亮，我给你满分，我给你满分啊，兄弟，这波大中就杀。帮你推波线，兄弟。你吃。这波杀的太舒服了，不然我们真的很难打。杀了就舒服了。吃了一条火龙，行。OK， 这波暴女很伤。人头打回来了，但我们丢了一条火龙。这挖掘机出了提亚马特，成长。有点恐怖。我也六级了。行不行？感觉不行，完了。哎，哎，还可以，可以。不亏，不亏，不亏。我看见啊，神剑马上好，闪现马上好，被也发现了。小兵有点多，闪现我要等闪现。好，你恐怕还想吃灯笼，对不起，已经把你位置卡住，好吧，不可能给你吃了。他只要敢吃灯笼就双杀，他不吃灯笼杀他一个，把我红偷了应该是。这波闪现交的不亏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局面算是能够稳住了啊！哎，他怎么有蓝 buff？ 他把我蓝偷了，这个耐得力。我蓝偷了呀！哎，小心小心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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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不行？没大没大。哦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，打不打不过打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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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哇、哦，这伤害太高了。我搞他一个闪还行，我吃个头其实不亏。我还搞个蓝 buff。亏不亏啊？我八级了。敲给敲敲思密达。好，回家1700块，先把我的这个东西做出来。符能回升，我们再给他来一个这个。就是一手捡 CD 啊，野怪全空了，我们下去抓一波。我们人头一直咬在一个人头之差，
先吃一波这个。我们再来一个红包。没事，别怕，这波我很强势。别，还行，好好好。啊，可以。科比，他很争气。这个卡莎杀了，过塔强杀，有没有眼？有，好，那杀不了了，六了，危险。这挖掘机有点费，四个头，还好，其实我追上来了。我补刀追上来，别怕他，我现在并不虚他，真的。好，这条龙搞一搞，现在德利不用管他了。我得抓一波下，如果成功了，哎，他这挖掘在上路，那我们直接打龙了啊，直接打龙了。这个不等，卡莎三个头，我们维恩五个头，随便打。留意，来帮一波，我抓完这个龙，抓不下。这里有眼，你敢过来吗？你敢过来你就没了，等我下个E你死了。他十几，五个头，还是比我肥。好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绕一下这个下路，感觉有机会，我得扫描一下。我感觉我被发现了，他们下路人不见了。他们下路人呢？他在打字，嘿嘿，好，怎么说嘛，难不难受？这个秒表，这个秒表让他瞬间失去了希望，感觉绝望。正好回家出金身，很舒服。再杀一轮啊 ！OK。
们把这个是来哎，带到一个，带到一个，带到一个。我队友在的呀，看来看不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吃点果子，人来了。OK， 回家，我得更新一下中。哦，行行行，那我们直接打。想抢吗？不太可能。好，回家了。别，我得回家了，装备得出一下，这么好的装备出来再战。嗯，让了，过场了，让了，真的让了，好不好？赶快走，来人了，撞一个。好，我们去吃龙。诶，跑。说实话，有点浪，都有一点。龙没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认真一点。这挖掘机也是很肥的。我靠，这都出五速血，这么夸张？哎，有机会。哦，我这伤害好高啊！可以，瞬间秒杀。瞬间秒杀呀！来一个红包，来一个1888块的红包，赢一把，来一个啊！我觉得这把应该问题不大了，我们VN这么强。到现在这个VN都没登场，你要知道，他一登场，我保护一下，随便打，随便打。来吃个蓝，要不要？来吃个蓝。红包走，我这波有闪，这波团战我们必赢。他卡莎比较肥，卡特伤害比较高。我跟你讲，好，不行，太远了距离，我不能闪E，闪E来不及，白交个闪这波。这波距离不够的，我的肉弹，我对于肉弹冲击的距离感很到位。你想干嘛？不要问我为什么交闪，防止他戏耍我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没事，我有金身，你懂得。空大，他空大，他非要杀我，哎，这些人真的很烦，杀我一个灵活的胖子。得得得，吃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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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龙吃掉大龙吃掉，好灵球，细节，一个刀。枪枪卧龙吗？OK， 2100块。我们再抽个这个，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把它花光，一毛不剩，一毛不剩。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。别怕，我在。漂亮哦，这个大刀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这个大刀怎么说嘛？亚，你问亚索舒不舒服？OK， 拿下一波好像不太可能哎，一波有点危险。保龄球，走。感谢白如水的两枚飞机，谢谢白如水。吃点，他们来肯定要炸。我们现在装备非常好。哎，这个龙没打。哦，这个人大招放的有点多。这个就要让你跑了，我真的，这个让你跑了，我真的是是不是的，OK， 这条龙你们也敢争吗？胆子太大了。好，再拆一个下路二塔，有巫妖拆的就是，来，再拆一个。有大龙 buff， 赶快！好，溜了。这些人食疗治吧，我放过我，我靠！我觉得他们这把可以放弃了，真的，他们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我们的小鱼人已经25成熟，摩托飞燕已经快要神装了，
哦哦，这个伤害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点他，点他，点他。OK。来来来来来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一波拿下。他们还在撑着，但已经撑不住了。不太需要我出手，这个交给我。保龄球，哎，帅，好，小胜两把啊！我们再赢一把的话，就来一个13000的手机啊，抽奖。